第175集，有仙灵之气形成的阵法在空中聚而不散。玄龙轻点手指，只见悬在空中的阵法急剧缩小，渐渐的形成一小团，像一颗明珠般闪着耀眼的光。他屈指一弹，只听轻轻一声脆响，仿佛打碎了一只玻璃杯，闪着光的阵法就被压进了玉符里。李强不由得鼓掌叫好，太棒了，原来可以这样制作符咒啊，大哥太了不起了。以前师尊齐君煞也玩过这一手，那是大型的传送阵法，和轩龙这种微型阵法相比较，难易程度显而易见，轩龙的功力比齐君煞高太多了。轩龙被李强夸得喜滋滋的，千万年了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夸奖过他。他虽然不在乎别人是否欣赏，但是有人夸奖他还是很高兴的。他扬手召回玉符送给巩一符，说道，你看吧，那张玉符的颜色已经变成烟红色，犹如秋天的红叶，西山的晚霞，看上去是那么的完美。刹那间，巩一符和李强都陶醉了，一张简单的玉符竟然可以制作成这样，真令人叹为观止。轩龙不愧是罗天上仙。巩一符失魂落魄的看着手中的灵符，喃喃的道，不可能，这么完美的灵符不可能是人炼制出来的，他简直痴迷了。李强问道，师哥，小弟服了，这是一张什么符啊？轩龙笑道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只是临时想起来随手制作的，你应该能看懂这个阵法吧？李强点头道，认识，这个和修真界的距离阵相似，细微之处有所不同，应该是你们那里特有的。他知道这个阵法就是仙阵，由此他悟出一个道理，仙界的阵法和修真界的阵法是一脉相承的，只是仙界的阵法更精致，威力更大。巩一符一手抱头，一手拿着灵符，坐在地上痴痴的看着，他的心神完全沉醉其中。至于轩龙和李强在干什么说什么，他是全然不知。李强又问了轩龙几个炼制方面的问题，然后立即着手炼制。他先炼制了许多空白的玉符，这些玉符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属性。轩龙闲着没事也帮着修炼了不少，然后两人各显神通，将各种阵法灵咒加入进去。巩一符无意间一抬头，立即就被镇住了。只见那两个家伙像是在比速度，一个接一个的炼制符咒，速度奇快无比。两人都是凌空刻画阵法灵符，缩小后引进玉符里，只听噼啪乱响之间，一个个符咒就炼制成了。他使劲揉揉眼，心里疑惑，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？两人很快就将空白玉符修炼完毕，似乎还意犹未尽，几乎同时伸手将巩一符取出的玉符也拿来炼制起来。不过两人都很小心，因为巩一符制作的玉符品质较差，不能存在威力巨大的阵法，只能设一些威力一般的小型阵。这时就看出两人的差距了。轩龙毕竟是仙人，功力高绝，制作出来的符咒依旧很厉害，而李强却是奇思妙想不断，比如他将雷和火结合，制作出火雷符。巩一符在一边看得头晕目眩，他所学过的符咒炼制方法和这两个家伙的差别实在太大了，他们炼制符咒简直就是随心所欲，两种不同属性的阵法居然也能合进一块玉符里，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在做梦。李强的收获很大，他学到了不少仙界的制符手法，还参悟了仙灵诀，明白了不少道理。他开心的笑道，行了，玉符都用完了。他挑出几十块符咒递给巩一符道，这些送给你，我们把你的玉符都用光了。巩一符茫然的接过，他还没有清醒过来，突然大地剧烈颤动了一下，巩一符手上的符咒全部散落在地，他猛地一拍脑门，
叫道：“咦，怎么回事？”他终于清醒过来，忙不迭的去捡拾那些符咒，陡然间大地又震动了起来。李强抢先飞出门去，只见铺天盖地的剑光向广场聚拢，广场中心站立着几十个修真者。宣龙紧跟着李强出来，他看见广场上的修真者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好家伙，都是修真高手，最少也是分神期。”话还没有说完，整个雪龙城都颤动起来，广场地面隐现的幻岩心阵也闪烁着清白的光芒。宣龙祈祷，像是什么东西牵连到幻岩心阵，奇怪，没有谁在攻击呀。”他探出神识，大范围搜寻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李强好奇的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宣龙说道：“城外天风湖下的巨水仙阵和这里的灵脉有关，有人在破阵，牵连到这里来了。”广场上的修真者越聚越多，只见一个高大的汉子在广场上空喝道：“所有人都安静了，有请极剑牙罗渡气大宗主。”整个广场立即静了下来。一个身穿雪白长衫的修真者缓缓飞起，他就是雪龙城的一代宗师罗渡气。只听他吼道：“雪龙城的修真者都听着，我们雪龙城面临灭顶之灾，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，我们的家园，我们的雪龙城就将不复存在。天风湖下是我们雪龙城的灵脉，这道灵脉是我们雪龙城的根本，可是有一个散仙却要独占天风湖。天风湖下有什么我并不知道，但是大家都明白，只要他破去天风湖下面的禁制，我们雪龙城也就彻底完蛋了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有人大叫道：“我们跟他拼了！”顿时整个广场上的修真者都吼叫起来，上万名修真者一起吼叫，那种气势实在吓人。李强嘿嘿笑道：“老哥，你等着我，看我的。”他已经准备加入进去了，因为有宣龙在，只要他一出头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所以李强决定帮雪龙城一次。他跃起身形，飞到空中，在广场上空急速转起大圈，很快就有修真者跟了上来，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修真者加入，广场上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剑光圈，显得无比壮观。就听李强大喝道：“冲啊！”天空上顿时响起了暴雷般的巨响，冲啊！所有的修真者都热血沸腾，鼓起飞剑向城外冲去。李强悄然瞬移回到宣龙身边，说道：“那个散仙惹起众怒了，不过要真的拼命，雪龙城的伤亡可就重了。老哥，你还是让他离开吧。”宣龙还没有说话，两人眼前冒出一个人来，只听他说道：“罗渡宇拜见两位前辈。”李强心知吉浅牙一定会来求宣龙和自己，他笑道：“罗兄不用客气。”罗渡气也瞬移过来，他已经知道宣龙是仙人，恭敬的施礼道：“吉浅牙罗渡气拜见罗天上仙，拜见木子前辈。”宣龙惊讶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罗天上仙？”罗渡气取出一面黑色金边的小牌子，说道：“这是吉浅牙的前辈传下来的令牌，前辈应该知道吧。”他将牌子递了过去，宣龙歪着头接过令牌，仔细看了看，半晌不说话。罗渡气和罗渡宇都忐忑不安的等着。宣龙终于想起来，他说道：“没想到你们是罗仙的后人，他那个家伙回来过。”罗渡气松了口气，他最怕宣龙不理会，只要他认识吉剑崖的祖先，雪龙城就算保住了。他连连施礼道：“请上仙帮帮我们，雪龙城的修真者感恩戴德。”其实凭着雪龙城的修真者是能够赶走那个散仙的，但是伤亡的修真者一定很多。罗渡气实在不愿意雪龙城大伤元气，有宣龙在，
只要他肯出面，那个散仙一定会被吓走的。宣龙为难道：“老弟，我不能随便出手啊，他是散仙，没有青帝的诏令，我是不能动他的，除非他先来惹我。”李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，他笑道：“老哥呀，你不是胡说八道吧？你不能动他，你怎么敢动我？还打得惊天动地的。哦，我不是散仙，你就可以动手了，真是气死人。”宣龙忍不住抬脚就踢。其一，你不是仙人；其二，当时你确实惹到我了。李强跳到一边，他想想也对，自己当时是要破灵山主脉的阵法，这才惹出宣龙。他眼珠一转道：“也行，既然你不出手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不过你要听我的安排，不用你出手就能赶走那个散仙。”宣龙确实没有办法出手，他是罗天上仙，不像一般的仙人可以随心所欲。他说道：“行，只要不出手，随便你安排。”罗度气和罗度雨感激的看着李强，他俩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异域来的木子前辈会这样帮助雪龙城。罗度气说道：“木子前辈，雪龙城上下都听前辈的指挥。”李强笑道：“不用，你们先去把那个散仙引过来，其他的就交给我了。”广场上的修真者大部分都出城了，只有少数一些极限崖的高手还在。罗度气两人带着剩余的高手瞬移出城。宣龙笑道：“我现在听你的，说吧，我该干什么？”李强心里忍不住小小得意了一回，罗天上仙竟然肯听自己的指挥。他笑道：“我只要你恢复本来面目，不加任何掩饰，然后跟着我就行了。”宣龙祈祷：“就这么简单？”李强点头笑道：“就这么简单呢。”宣龙双臂伸出，大大的伸了一个懒腰，刹那间他形态大变，恢复了初见李强时的样子，仙甲护身，金色的仙剑环绕身周。他一恢复原样，随之而来的五匹威势使李强都觉得压力大增。就听不远处咕咚一声响，李强扭头看去，只见巩一福躺在店门口，他竟被吓昏了。雪龙城外，罗度气带领着上万名修真者将天风湖团团围住。天风湖已经被一层淡青色的光罩住，就像是一只反扣的碗，光罩里有上百个修真高手在巡视，那个散仙已经攻入聚水仙阵了。罗度气因为有了李强的承诺，心里把握大多了。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雪龙城的修真者元气大伤。他高声喝道：“请老贤前辈出来说话。”光罩里的修真者并不搭理罗度气的话，依旧在光罩里盘旋。罗度气扬手大喝道：“破掉他！”他手中射出一串钢雷，打向下方的光罩。紧接着，雪龙城的上万名修真者一齐出手。高手用自己炼制的钢雷神雷修为一般的修真者，用符咒或者炼制好的霹雳烈火，顿时整个天风湖上空电闪雷鸣，彩光四射，隆隆的炸裂声响彻云霄。湖面上的光罩不知道是用什么炼制成的，雷火打上去后，光罩立即闪动清白的光，里面仿佛有水流般急速扭曲旋转，将爆炸的劲力化解了。光照里的修真者向外指指点点，似乎很开心的样子。李强和宣龙停在高空，李强笑道：“下面的那个玩意儿是仙气吧？不然早就被炸开了。”宣龙点头道：“没错，是一件仙气，名字叫流伤咒，应该不是散仙炼制的。这件仙气还不错，那些修真者是不可能破掉的。”李强说道：“老哥去收掉他，这不算是你直接出手吧？”宣龙摇头道：“仙界的规矩，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是不能强行收取其他仙人的法宝的。他是散仙，
也算是仙人，所以我不能收取他的流伤咒。李强都听傻了，仙界竟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规矩。他说道，不对吧，钱善庸和戴南风玉为什么要抢我的东西？他们可是仙人。轩龙微微一笑，他们有理由动手，你得到的东西任何仙人都会出手抢夺的，至于为什么，你自己去想吧。李强才懒得去理解什么仙界的规矩，他嬉皮笑脸道，那你就告诉我如何破解这个流伤咒，我去收掉它。你老人家有这个规矩那个规矩的，我可没有。奇怪，为什么仙人就不跟我讲规矩呢？他左爷爷的烦恼，他真的很不服气。从钱善庸、戴南风玉到轩龙，这些仙人没一个对自己客气的，包括那个没见过面的寂寞老仙，估计他也不会跟自己讲规矩。轩龙忍不住好笑，这小子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犯忌的，还埋怨别人不讲规矩。他说道，好吧好吧，别怨天怨地的，我告诉你破除流伤咒的办法。李强心里狂喜，他现在最想学的就是对付仙气的方法，至于能不能收取流伤咒，他倒是无所谓。流伤咒是水属仙气，用土性的仙雷去破解最好，用火性的也行，但是效果没有土性的好。轩龙将五种印诀交给李强，说道，这是仙界常用的五种仙诀，神异力比仙灵之气还要厉害，所以用神异力完全可以操控这五种灵诀。五仙雷就是将这五种灵诀齐用，这是仙界最基本的手法，便宜你小子啦。李强忙用心念记下，他发现在炫极仙阵里收取的仙灵诀是一种很古怪的手法，难怪很不容易学会，原来自己缺的是基础手法。他心里反复学习新到手的灵诀，很快就搞懂了其中的诀窍。他忍不住笑道，我曾经看见散仙使用聚仙雷，确实是惊人呐，不知道五仙雷是什么威力，我去试试。轩龙歪着头说道，聚仙雷是凭着散仙的本能修炼而成的，怎么能和仙界的五仙雷相比？两者差别是很大的，以后你就明白了。李强修炼了天剑章后，缺的就是运用的法门，有了仙界的灵诀，他就可以发挥出自身的力量。他两手快速掐动灵诀，轩龙见状吓得叫道，老弟别乱用，下面有很多人呐。李强做了一个鬼脸笑道，我没有用神异力，只是熟悉一下灵诀，要是搞错了不是很丢人吗？罗杜宇从下面挪移上来，焦急的说道，前辈，我们破不了下面的禁制，哎，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识这种防护罩，能请前辈出手吗？那个散仙就要破去雪龙城的灵脉了。他心里震惊无比，仙人的真实面目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威武强大，他只能勉强在轩龙面前站立。李强笑道，罗兄，你请所有的人都退开，我来试试看能不能破掉他。罗杜宇大喜，道谢后急忙下去找罗杜气报信，不一会儿所有爆炸声都停止下来。李强挠挠头说道，好像该下去了，老哥陪我一起去吧，我一个人胆小。轩龙听得又好气又好笑，这小家伙真是胡说八道，凭他的实力还害怕，别人岂不是要被吓死？轩龙懒得跟他废话，缓缓向下飞去。流伤咒的禁制十分厉害，能将所有的攻击转化。冰湖上散仙一方的修真者神色轻松的游荡在湖面上。雪龙城的修真者退开后，他们都仰头向上看，知道雪龙城一定又有什么新的手段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把雪龙城的修真者放在眼里，有散仙的神器防护，修真者是没有办法攻破的。
李强和轩龙都是仙甲护身，金光掩体，二人缓缓的停在光照的上方。李强散去太昊梭发出的护身金芒，大喝道：“请老贤出来说话！”他用的是天籁城的阴法，蕴含着神异力，喝叫声音似乎并不高，但是流伤咒的光照陡然剧烈波动起来，那声音悄然穿进光照里，轰然炸开。没人能想到，仅仅是声音就如此恐怖，湖面的后冰竟然在喝叫声中震裂开来。光照里的修真者顿时大乱，他们再也没有想到雪龙城能请到仙人来，知道这一下大祸临头了。其中一个修真者扬手飞出一根青色法宝，直射天风湖，那是紧急求援的信号。轩龙也散去护身金光，笑道：“不错嘛，能如此控制声音的波动，你算是一个高手了。”能让轩龙称赞一声，李强心里也是蛮得意的，至少证明自己的修为还是不错的。他想当然的笑道：“他们这下应该重视了吧？好歹你老人家是罗天上仙，无论如何也要给一个面子。”等了足足有十分钟，下面还是没有人说话，也不见那个散仙上来。轩龙歪着头道：“他们不在乎你呀，不理你。”李强苦笑道：“你老大又不肯出手，还在边上看笑话，他奶奶的，看我的！”雪龙城的修真者都飞得很高，远远的看着李强和轩龙，对他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。尤其是姬倩牙的罗渡器，他是快要渡劫的高手了，一旦到了渡劫期，他就必须闭关潜修，根本无暇顾及雪龙城。他非常希望轩龙和李强能够消除雪龙城的隐患。李强扬手一串灭魔神雷打去，青光流动间，流伤咒轻易就化解了灭魔神雷的劲力。轩龙笑道：“修真界的手段趁早不要拿出来，没用的。”果然，光照里面的修真者都松了口气，这种程度的攻击实在很一般，他们都放松下来。听众朋友。